掌吹好了，这总共4000多的肉掌，要送给骨头社区长台六合堂的时代和六世家庭来品尝了。过去这掌都是妈妈包给我们吃，有一点那个母爱的那一种传承，我们现在希望我们家的庚子年会懂得珍惜母亲的母爱，来做一个这个白肉掌这个活动，来了解母亲对我们的那个爱心啦，希望这些人对未来对这个爱能传承下来，让社会充满更和谐。这是第五日进前婚姻地检署特别来分享爱心，希望比较做市民众不只能吃到掌，也能感受到大家对他们的关怀。今年端午节要来进前有一个特别办这个有意义的活动，白肉掌关怀来关怀这地方这弱势团体哦，这种就非常意义活动哦。啊，咱当然公所哦，其实这公所就一定要特别感谢。来感恩有热情，帮咱办这个活动。啊，而且也感谢大家，有咱这中华贵宾的莅临，帮咱这个百上线哦办甲真成功，非常的感谢。这条好实在粽，毛老大人是吃个真欢喜。另外，好比同这个会，唔那是送肉粽，要给好比订来十个里独居老人甲边缘户来吃，嘛准备真济生活物资，要来捐助爱心。肉粽包啦，借着我们的爱心活动哈，能使他们享受过节的气氛哦。因为阮是在地人，以服务在地人的精神哈。甲使大家迄个一挂弱势的团体会使感受到咱社会温暖。这第五日结束分享爱心，同济会嘛希望有抛砖引玉的效果。我来关怀咱社会比较弱势，也发起说咱社会对这弱势的团体一种关心跟帮忙。第五日这日子，大家做伙来送爱，嘛好在吃肉粽的这日加了一份爱的滋味。记者李明安、王真心采访报道。